Thursday， 今天我们去见 Mira 回来过中秋节，然后再去见 Mira 之前呢，我们就先去吃饭。然后我找的这一家是专门卖咖喱饭的老宅餐厅，建议大家来之前最好都线上 Facebook 预约，因为我到现场的时候其实还蛮多人吃不到的，还有一个人特别从台东赶过来，然后他说不知道要预约，因为有隔板的关系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小菜来分一半。那如果你要外带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先留言说，哎，我要外带多少，外带什么，这样他们可以提前准备，你也不会就是到餐厅就扑空了。好了，要回家咯。好香哦。好，我们那个马上下次再带来。爸爸又爱看爸爸啦。哎，今天要看这个脸。大了吗？这怎么线变那么短了？长大了，牛奶吃遐济无长大，无你个牛奶唔笑了。几公斤的你，估计马上放一放。你来的时候是六点多嘛？爸爸在笑。有你看，哎，都看到因来就安尼。你呢？回家过中秋节哦。这次来就很有感，就觉得他的腿变长了，然后脚变大了。他刚睡得不太安稳，所以我就再把鸭鸭给他，他也不吃奶嘴。我是小鸡，你们是朋友吗？哎呦哎呦，最忠诚的朋友。哎呦，你怎么这样？我这样踩他，来，给你。这个是睡觉风，现在晚上八点要睡觉咯，算这么子。哎，宝贝早安啊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啊，这么可爱怎么办？小鸡，哎，等一下，阿妈说等一下，阿妈说等一下，等一下啦。哎，你干嘛整个人歪掉啦？小鸡，你能跟小鸡当朋友吗？哎，你要吃人家是不是？不行啊，不能吃小鸡啊，他是你的好朋友哎。头痛发热，微盗汗出，而反恶寒者，表未解也。衣反下肢，动作变迟。膈内剧痛，胃中空虚，客气动格，短气烦躁，心中懊恼，阳气内陷，阴应则为结胸。他们这是寄过来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亮亮的哦。哎，你要拿吗？哇，拿到了。拿到了哎、欸！你要哪一个？哎、欸，你要哪一个、喔？你要这个、喔？呀，你看，咻！今年中秋节我们在家过，我们就订奔的外带来，餐盒装成这样子。今天要吃烤肉喽！要吃烤肉哦，宝贝。你是不是又吃不到神奇器？我刚刚就用手机拍，我不懂为什么不拿相机。哇，看起来超好吃的哦！我刚刚把很多盒然后放在一起。他眼里有。哇，还有一个这个。啊，你看。不过这个大小很适合你。摸到了，菠萝，他是小菠萝包。哎、欸、哦，不是、啊，他说你帮我挖了，他帮我挖。哦，你啊，要不要？
你呢？我也吃。好像假的。我吃了。我吃了。那斗鸡眼了这样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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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麦克风掉了。怎么样？你对你的椅子感到满意吗？然后配上爸爸的热情黄，怎么样？满意哦。比较笨。Biga, Biga, Biga, boom!正好正好，妈妈到了夏天，你给我讲故事的时候，我给你扇个凉风。睡吧，我的宝贝，睡吧，我的宝贝。今天金龟子妈妈趁着摇篮去啊。Here comes the